妈品质挺好啊。我叫张书伟。你叫什么名字呀？我叫博雅。我觉得他通过烘焙课跟志愿者之间的沟通、动手能力啊，是个综合能力的提高。24小时跟着这个孩子，最后就是承受不了这个压力，谁管这个孩子？我能托付给谁？这个孩子归宿在哪里，就是让你天天睡不着觉的一个问题。希望国家能够设立专业技能培训的机构，全社会都来关注他们，让他们能够接纳我们这些孩子，给他们创造一个就业的机会，让他们也能实现自己的价值。